梁好久没有坏球，敲起来，哦，这要快处理，哇，有点手没接到，嗯，并没有接好，嗯，球都 A 了。看起来，看看是要给安打还是给失误？应该失误了。嗯，对，好像也没有不规则反对了。走了，这个球打成了在一垒方向，结果是穿越。哇，新的一支安打，那跑者现在是上到了三垒，在提前起跑的情况之下，陈晨威算是很轻松的上到三垒。今天成绩单场三支安打。对。这个跑者提早起跑。打穿了这个内野防区哦，走了，哇！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，也出现安打了。那么三垒上跑者回到本垒得分，提前起跑的跑者现在已经上到了三垒，一次打击的一个机会了，对，马上就有贡献。出棒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。看起来是掌握住了，把这个飞球给接杀，但是也蛮远的。嗯，在一出局的情况下，整天都天桃园，这个基本动作推进高飞牺牲打都做得非常成功。把